Hello，平安，兄弟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好，我今仔日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“年终者的祈求”。哈，年终者的祈求，咱作为一个年终的人，咱伫主的面头前，咱的祈求，咱所踮上帝面头前所谓祈祷，上帝伫天顶来听，并且照着上帝的权柄。来应允伫咱的身躯顶，哈，所以我今仔日想要甲大家来分享是诗篇七十一篇，好，咱三甲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天父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将今仔日早起阮的聚会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主啊，你来带领阮的乡亲团契，你来带领阮乡亲团契的每一个人。祝阮知影，每一个人拢有拄着阮家己的艰难艰苦，阁是阮家庭的代志。但是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愿意将一切的艰难艰苦拢交互你。祝你家己照着你的恩典，赐阮祝福，帮咱带领，甲阮三甲弟的。祝即时阮聚集伫你的面头前，阮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咱阮安慰阮。加添阮快乐，赐予阮温暖，甲你的祝福，互阮伫聚会的内面，伫你的话语内面，阮得到属灵顶头饱饱的满足。愿主你即时甲阮同在，愿主你即时与阮讲话，愿主即时赐予温暖祝福伫阮的身躯顶。阮安尼祈祷，交托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看圣经诗篇七十一篇，诗篇七十一篇，好，我读，咱兄弟姊妹会当来看哈。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无羞愧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救拔我，请你听我，拯救我，求你做我上车的磐石，你已经命定要救我，因为。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啊！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暴人的手。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仰望的，对你有，你是我所倚靠的。我对出母胎，互你扶持，互我出母胎的是你。我的确要常常懊恼你。真侪人以为我怪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你的懊恼，你的荣耀，将你逼满了我的嘴。我年老的时阵，叫你毋通丢弃我；我气力衰烂的时阵，叫你毋通离弃我。我会羞得议论我，迄、那个鬼贪我，要丢。同伊讲，神已经离开伊，咱来做追赶伊吧，抓牢伊，因为无有人会搭救。上帝啊，求你毋通远离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赶紧帮助我。愿遐甲我性命为敌的，见效毙灭；愿遐谋害我的受辱。蒙羞，我却要常常仰望，并要搁较懊恼你。我的嘴规两日要懊恼你的公义，甲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计其数。我要来讲耶和华大能的代志，我要单单提供你的公义。上帝啊，对我年幼时，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。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，上帝啊！我到年老发白的时阵，头毛白的时阵，求你毋通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上帝啊！你的公义真悬，行过大树的神啊，啥人会亲像你呢？你是叫我？做经历
重大劫难的，的确乎阮国外对地的深处救起来。求你乎我搁较强大，搁转过来安慰我。我的神啊，我要感谢俄罗斯，俄罗斯的圣神，以色列的圣者，我要弹琴俄罗斯。我高尚你的时阵，我的嘴唇，你所属我的灵魂，拢的确要欢呼，并且我的舌头的确要过两日传讲你的公义，因为遐无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。咱圣经读到这，咱搁一摆来阿头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。当阮来读到你的话语的时阵，主，阮感谢你。你伫诗篇内面教示阮，怎样伫年长年老的时阵，阮会当依靠你。阮要怎样伫个晚年的时阵，伫懊恼的内面，伫赞美的内面，伫感恩的内面，度尽阮的时间。主啊，阮求你帮助阮。带领阮，让阮规两日会当亲像诗人所讲的安尼，要规两日传讲你的公义，传讲你的信息，传讲你的救恩伫阮的身躯顶。祝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愿你与阮讲话。阮安尼祈祷，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今仔日我想要用诗篇七十一篇来甲兄弟姊妹来分享。诗篇七十一篇呢，是一个这个诗人呢，伫个年老的时阵写一首诗歌。哈，咱注意看第十七节，伊讲：我对你有时，你就教训我；直到如今，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注意看十八节，到我到年老发白的时阵，叫你唔通离开我，听候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啊，十八节，你看，到我年老头蒙白的时阵，我要做什么代志呢？哈、啊，咱真重要，看看这几节的经文。佮、啊、佮有，咱来看到，伊讲第九节，第九节，我年老的时阵，叫你唔通离开离弃我。我力量衰烂的时阵，求你唔通离弃我，离弃我。第六节，我对母胎被你扶持，互你扶持，互我出母胎的时日，我的确要常常懊恼你。你看，这圣经，这是一个年长的人，到伊的晚年的时阵，伊伫上帝面头前，伊来懊恼神、赞美神，将荣耀归乎神。所以咱来讲，年长，年长者的心灵内面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。虽然咱即阵哇，脚会酸，手会痛，腰脊骨会痛，食唔好，遐唔好，有时下昏时袂困的，叮叮叮叮。但是你有注意到无？真侪的病痛，常常对是对心灵内面出来。因为咱内面内心无够健康，有时会反映伫个身躯顶头。我阁讲一遍啊，常常因为内心内面无健康，反动会影响到外口的身躯。所以有时阵咱的灰心会失志啊，有时会惊啊惊啊，有个人直直唔敢退休，哇，直直做拼拼嘛，直直做，为什么呢？惊。惊家己无路用，惊家己踮咧厝内无代志通做，惊家己摕落来啊，真侪物件摕袂着咯，所以惊，有时惊破病，惊破病，有时疑神疑鬼，真侪，真侪。无久以前，我去看一个兄弟，这个兄弟。伊个老爸破病，老爸无信主，
阮去替伊祈祷。阮一入去的时阵，因老爸救的沙发顶头，倒在沙发了，要看 TV，无代志，救的遐。一个人救我一屁仔仙，淡薄薄。伊即个兄弟偷偷甲我讲，因为阮老爸以前毋是安尼，阮老爸以前真多真勇的一个人，身躯真勇，身悬啊也落。我为虾米即阵会安尼？伊讲伊一个月前去医馆看病，你翕迄个 CT 的时阵，医生讲你内面敢若有一粒物件，啊，着毋知是好歹，毋知影，但是着进一步的检查。惨咯，医生即一句话，伊讲阮老爸全裂落去，全裂落去。医生就讲无一定死啊，就是看着真模糊，啊，搁想要去进一步检查，会无法咯，挡袂牢咯。无信主啊，心中无信用，伊惊，伊真惊。对迄日开始破病，毋敢出门，疑神疑鬼，袂困，甚至到后壁袂食，袂食人就散咯，人就无力咯，叫个沙发了，叫倒眠床无爱倒眠床。爱倒个沙发，会看 TV，规两日无代志做。我迄阵去看伊，鼓励伊，勉励伊，阿爸袂起来。两个月以后，全死。后壁迄个兄弟拄着我诶时阵，讲一句话：，阮老爸是惊死，是惊死，毋是破病死诶，是惊死。有医生讲，真侪人破病，癌着癌。其实到后壁死的时阵，毋是因为癌，真侪人是惊死。第二款人是乱食药来死，真正癌的死的10%。所以诗篇71篇对我相信，对咱每一个年长的兄弟姊妹有真大的帮助。首先来看年长者的困扰，年长，但是咱有真多的烦恼，有真多的代志。首先咱来看，伫圣经这段圣经内面，24节内面第十节、第四节、第十节、第三十三节。伊讲到一项有修德功德，咱来先看这三节经文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暴人的手。我的修德议论我，迄、那个鬼探要伫我，要害我命的彼此相依。十三节，愿迄个甲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。愿迄个谋害我的受辱蒙羞，你有看到无？有真侪哈，不过我是提出四十来甲大家分享。你注意看，圣经内面讲到一个年长的人，年纪大了，年长了，但是犹原有危险。这个修德是啥人呢？是毋是你厝边头尾呢？这个人呢？无一定是，即、这个修德范围真大，有时会做指人，有时是指人，是你的亲戚，或是你一个好朋友，啊，常常讲一寡对你不利的歹话，啊，常常伫外口咧谣言，咧攻击你，有时阵是人，啊，真侪时阵是啥物？是修德，是魔鬼，是撒旦。迄、那个才是咱一世人的修德，伊常常会来攻击，会来谋害。虽然咱年长了，
但是魔鬼的攻击永远袂放过咱。兄弟姊妹啊，魔鬼的攻击唔会去，因为啊，这个年长老老了，我都无要攻击伊咯。哈、啊，无，魔鬼永远会攻击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咱伫主的面头前的时阵，要真警醒，真警醒，咱要真注意，咱会受到魔鬼撒旦常常会来攻击。这个攻击咱，攻击咱的时阵，有时阵是病毒，是破病。咱有时也要注意，咱有时也要注意。所以圣经一开始的时阵，予咱看到仇敌的谋害，仇敌的谋害，特别是魔鬼撒旦，魔鬼撒旦常常有时阵会来害咱。有时阵，兄弟姊妹，突然间有诶着忧郁症，有诶。年长的兄弟姊妹，有时阵有一个姊妹，逐礼拜来找我，叫我着替伊祈祷。为什么？伊讲莫名其妙脚会疼，找真侪医生，吃真侪药，西医、中医拢去找了，兼顾悲观也冲了，就是袂好。企业内面看了，去山顶求护，听到倒落有医生，医生走去看，也是袂好，也是袂好。什么款的怪病？是不是魔鬼撒旦的攻击？那祈祷以后就较轻松，就较好。无祈祷，病过来，艰苦过来。破病过来，搁再酸痛，脚也袂起来，袂行路，用锤咧行。当你有时拄到遮代志时阵，你着警醒。咱感谢主，上帝有时食着遮物件，身躯的病痛艰苦，甲咱提醒，咱着常常倚靠主。无管即个受的是人。是魔鬼撒旦，佫是病毒，佫是倒一款破病，拢毋免惊。咱有主通倚靠，咱有主通倚靠。第修德的谋害，第二人际的困难，人际关系，咱来看第七节，真侪人以我为怪。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，真侪人以我为怪，这句话真有意思，真有就这款话，真侪人以我为怪，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咧讲，当有真侪年长的人，当伊年老的时阵，性情会变作较古怪呢？有时会唔知要怎讲，怪怪啊！咱厦门话讲啊，咱南话讲，这样有什么怪怪？怪怪什么意思？讲不出来，甲以前无相。唔是按照平时的安尼代志，怪怪。真侪人以我为怪，咱相信到年长的时阵，有真侪的代志，子孙未理解，边头的人未理解，咱的艰苦，无人知，咱有时酸痛，唔爱甲人讲。放在心内，有时阵下昏时袂困，挂虑、焦虑伫咱的心内，咱无爱讲出来。真侪人以我为
怪。意思因家人未理解我，未了解我，但是这拢未要紧。最快下半节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。当人未理解咱的时阵，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就是坚固的。有时人对人遐得袂到安慰，但是有上帝。有时咱对人遐得袂到理解，人以我为怪，但是上帝知影咱，上帝知影咱，所以不要紧，咱交互主，咱有退步，是因为咱有主，主是咱坚固的避难所。避难所这个词真水，意思讲伫内面，咱会当得到供应。伫这个避难所内面，不但有供应，而且有保护。这个避难所内面有溃烂，有力量，有上帝帮咱，有上帝带领。所以，上帝是咱坚固的避难所。避难所，人际关系有时阵，伫严重的时阵，人以我为怪，无要紧，你着祷告耶和华，你着来到咱上帝面头前，我可以，因为伊是你的避难所。第三，伫这段圣经内面，咱看到什么？身躯的衰烂，第三项困扰人身躯的衰烂。第九节，我年老的时阵，叫你唔通放杀我，放杀我。我困难衰烂的时阵，叫你唔通离弃我。年中只第三项的困扰，就是身躯的软弱。咱第一项讲。修德的攻击，修德的攻击。第二，咱看到人际的关系，人际顶头关系顶头，甲人关系顶头的困难。第三项，咱看到家己身躯的软弱，咱的身躯遮疼遐疼，动作慢咯。思想有些乱，思想乱是真多物件袂记的咯，想袂起来咯。我的妈妈有时阵，伊常常到年终的时阵回忆以前的代志，细汉的代志，有时一项代志讲三遍五遍，伊以为我袂记，我唔知有甲你讲无吼，哎，我再讲一遍，听候淡不久。我不知道有讲无吼，搁再讲一遍，一直直讲，动作有时慢，身躯遮疼遐疼，袂困嘞，就直直去找医生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第三项身躯衰烂。诗篇的作者点只讲，我年老的时阵，求你唔通放手我；我快乐衰烂的时阵，求你唔通离弃我。请注意，伊求的唔是医生，伊求的唔是家里，唔是伊的孙，伊向上帝求，求你唔通放手我，求你唔通离开我。我力量衰烂咯，我无够力咯，我脚骨无力咯，我手无力咯。主啊，求你唔通离弃我，这个是咱每一个年终者，逐日要向上帝来求的。
求上帝帮助啦，求上帝来扶持。哇，这扶持的词真水哦！头大咱读圣经时阵读着扶持哇，把我扶掉。等伊扶我时阵，我就袂倒落去，我就袂跌倒。等伊扶我时阵，我就有气力。上帝扶持我，上帝扶持我。所以，咱来看第二方面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当咱有受到的攻击，当咱会拄到人际关系困难，当咱拄到身躯衰烂，三项物件、三方面对咱真大的困扰、威胁的时阵，啊，咱要怎办？咱来看在这段圣经里面。伊甲咱讲个对应个方法，第一项，伫圣经第六章、第十七章，圣经讲，你着做甚物代志呢？着追寻上帝作为，着回忆、回忆上帝个作为。第六章，圣经讲，我出母胎，被你扶持。予我出母胎是你，我的确要常常学罗你。你看哦，这个年长的人，伊在做什么代志？伊在想伊出世的代志。当伊年长的时阵，年老的时阵，伊在想伊出世。对出世以来，上帝对伊的扶持，上帝对伊的扶持。上帝对伊个帮助，所以讲，我的确要常常学罗哩，我的确要常常学罗哩。伊要直直学罗上帝。第二项，十七章，上帝啊，对我年幼个时阵，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。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，头段是对出世，正是对年幼的时阵，年幼的时阵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，上帝一路牵绳，一路造就，伊讲我要传扬，然后注意看第六十讲，我的确要学了。十七十公，我要传扬。我不但对上帝是阿罗，对其他人我是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虽然年长、年老，但是犹原要传主的福音，犹原要传扬主奇妙的作为。年长的时阵。哎，唔爱叮当，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圣经甲咱讲，这个写诗歌的人，伊讲我要传扬，我唔是要坐掉，我唔是倒掉，我唔是规两日要看 TV， 我伫规两日看物件，我无代志做，无，我要学咯，我要传扬。我要学罗，常常学罗你，我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所以，对这个年长的老人来讲，伊犹原真无用啊。对上帝，伊就学罗；对边头的人，伊就传扬。伊犹原真无用啊。虽然年长，退休了。踮咧厝内，但是有完真侪代志通做啊。第一，年长的人要做做啥物？第一，追寻上帝作为。第二，我要俄罗斯，俄罗斯啊，是这个诗篇内面第一重要的一部分。我要多考虑，我要怎样怎样真侪。我要学罗，我要上站，等等等等。
特别视频到了后壁部分的时阵，你看到这个西瓜，更加的俄罗斯荣耀主，高尚上帝作为甲指标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俄罗斯是咱对上帝敬拜。你伫厝内面着常常俄罗斯，放圣诗也好，放西瓜。也好，可是你会晓弹琴，家己弹琴也好。总之，年终的时阵，咱游玩真无闲，无闲是对上帝敬拜。你的厨房，你的探访，你的娱乐，你的弹琴。第二方面，当咱俄罗斯是咱的内心，互圣灵充满，佮充满喜乐。当咱俄罗斯的时阵，你知影无？你内心会真满足，真喜乐，叫圣灵的充满，真享受俄罗。俄罗斯，俄罗斯，你的心中会充满喜乐，主会甲你同在，主会保守你、看顾你，祝福在你的身躯顶。所以，俄罗斯啊，对一个基督徒、对一个年长的人来讲，真重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伫厝内着常常吟诗来俄罗斯。常常吟诗来俄罗斯。顶几日有一个老姊妹，阮教会一个老姊妹敲电话互我，伊讲顶一站，伊着着这 COVID，倒去厝内，袂叮当，但是伊个内心直直吟诗，真欢喜哦。真喜乐！你知影，阮教会有一个老长老，伊常常甲我讲，伊会失眠，半暝困到2点未困，对2点直直到到天光，2点直直到天光。有时阵毋是2点，有时阵伊讲规两暗暝计未困，伊会牵手伫伊个边头，苦困啊！伊是气也要死，气也要死。我遐歹困，遐结果这，迄个我正好困。你看别人好困哦，你佫较袂困，你佫较生气。伊到尾有一日甲我讲，因为我得到一个秘诀，得到一个秘诀，因时在半暝。因为我就毋敢开声，伫头脑诶内面，伫头脑诶内面开始吟圣诗，吟诗，一块一块吟，一块一块吟。啊，我讲你若头脑内面吟圣诗，你毋着搁较袂困诶。心，有时阵咱袂困诶，就是因为咱想物件，直直想煞袂困。啊！你若头脑直直内面吟圣诗，你要怎困呢？有时无困，啊，一块吟吟了，煞用第二块、第三块直直吟，伊讲吟到天光，伫默唱啊，伫心内面唱啊，毋是唱出声啊。伊讲真奇怪，真奇妙哦。到天光的时阵，伊讲。你一暗无困，但是你一个人精神真八足，精神真八足，袂爱困袂闲，你像真有精神，袂闲袂爱困。因为你毋知影俄罗斯是偌尔有力量，偌尔有力量。
第二，你这心灵内面真喜乐，用这是一个秘诀。所以我要讲一句话：喜乐是对年终者最好的治疗。会医你的失眠。咱圣经内面敢是有一句话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吗？我的老爸是医生哦，伊有一日还未信主的时阵哦，20年前，伊要去做报告，伊突然间毋知怎样伫圣经内面看到一句话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忧伤的灵，让骨头高大。哇！伊讲这句话真好，真好。伊专门看忧郁症的病人，精神有问题的人，用这句话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今仔日医学内面第一重要就是这句话：喜乐。一个人啊，喜乐的时阵啊，你内心内面、身躯内面分泌的迄激素都无相。当你喜乐的时阵啊，你真侪病痛拢无去，拢无去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喜乐毋是钱买到啊，毋是钱买到，只有你倚靠主，只有你来到主的面头前，主护你，赏赐你。当你敬拜主的时阵，咱的上帝将喜乐下伫你的内心，甲你同在。下伫你的内心，甲你同在。喜乐是良药，咱今仔日补真食真侪补药，咱今仔日食真侪药，一摆一摆在食，但是我要问。你有喜乐，你需要喜乐，你就要来俄罗斯。当你挖靠住俄罗斯住的时阵，你才有真正有一个喜乐的心，你才有一个喜乐的心。求主帮咱带领，求主帮咱带领。第三项。咱要怎来应对咱的修订、人际的困难？要怎来应对身躯的衰烂呢？第三项非常重要，叫我靠精神。我靠精神。在困扰的中间，上帝是咱唯一的我靠跟仰望。上帝是咱唯一的依靠甲仰望，咱的身躯会愈来愈软弱，咱的心灵内面会烦恼，咱甲人的关系有时会愈来愈紧张。你唔通想讲，我年终了袂甲人冤家，无影。你知影无？我昨日、昨日，我才处理一个将要70岁，甲一个60岁的人呢，两个人咧冤家，两个是老兄弟哦，甚至毋是甚一年两年哦，两个计伫毋是伫阮教会，啊，两个冤家来找我，叫我甲主持公道。因的囝结婚，啊，有这个邀请，那个邀请，有的邀请到，有的无邀请到，无邀请到就生气。你是看我无啊？不是，安排无周到，啊，袂欢喜。真多时阵，你唔通想讲，啊，连中我袂甲人冤家，无影，有缘有真多关系要处理。咱就将遮隆重交托伫主上，上帝手中，好上帝来带领咱，来帮助咱。
所以第一节诗篇一开始的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我都靠你，求你叫我永无羞愧。第三节，求你做我上主的帮助。你已经命定要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你拄到任何困难的代志的时阵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人际关系，无论是家己的心灵，无论是你头前的路，你身躯的健康，拢总来交托主。隆重来仰望主，交伫伊诶手中，伊会来帮助你，来带领你。你若是一个有我可能，你有信心，你真安，你真知啊，你知影？你拄着代志，你袂惊，袂慌，因为你有一个靠山，你有一个神，你就袂惊。你有神，你有一个你通倚靠的神，你就袂惊，袂惊吓，因为你知影伊会帮助你，伊会带领你，伊会医治你，伊会保护你。所以即个作者讲，我永无羞愧，我袂见笑。你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。你的确要来救我，所以你有遮信心的时阵，你心灵内面真在，你真有安全感，你真有安全感。我毋知影菲律宾有啊无？伫阮遮真侪老人，即阵哦，即阵啊，即几年来，真侪有迄个老人院、敬老院啊，就是。有诶，囡仔将老爸母送去即医馆诶，即老人院，有人来甲你看顾。你知影无？去到遐诶老人，常常直直毋茫看伊诶囡仔，直直来看。啊，伊诶囡仔直直来看。目睭早起一开一天光，目睭一眯眯看，诶，囝直时要来，囝直时要来。有囝，伊就有安全，伊就有安全。伊知影因囝会用，会要来看，伊就安心。但是咱的信心毋是建立伫人的身躯顶，毋是只囝只孙，咱是建立伫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上帝是咱的岩石山寨。是咱的帮助。有时阵我看到遐老人看，你看，哎，囝无来，一日无来，两日无来，三日也无来，哦，真失望，真失望，心灵内面真艰苦，真忧愁。你知影无？遐囝来无看，无来看伊哦，遐看护对伊态度也真歹。只看护常常会注意，伊也会晓观察。什么老，倒一个老人哦，伊的囝常常来看伊哦，伊对伊也好，伊毋敢对伊嗨嗨晒晒。若倒一个老人哦，徛医馆哦，迄囝仔哦，两礼拜才来看一摆哦，伊也对伊真冷淡，对伊嗨嗨晒晒。为什么啊？因为这老人后壁无靠山，这囝无爱看。一礼拜、两礼拜来看伊一摆，艺术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瓦口毋是人，乃是神。咱的瓦口毋是人，毋是迄个囝，毋是迄个孙，乃是咱的上帝。因为咱的上帝无时不在伫咱的边头，任何时间、任何环境，伊拢伫咱的边头。
咧帮助咱咧锻炼咧，咧看顾咱。所以咱毋免惊，咱有一位神是咱的瓦壳，有一位神是咱的瓦壳。所以咱小可来总结一下，咱小可来总结一下。当咱来看到，伫咱年长的时阵，应该伫上帝面头前有啥物呢？第一，想上帝作为，追想追念上帝伫咱身躯顶的作为。对出母胎开始，对女友开始，你去孝顺上帝恩典，你愈孝顺上帝恩典，心灵愈喜乐。我的确要常常阿罗哩，我要传扬你奇妙作为。第一，追寻上帝作为；第二，阿罗心，心灵充满喜乐。你有喜乐，你就无贫穷，你的病就真紧好起来。联合国讲，世界上第一重要的十项药，你一定着有十项。第一项就是喜乐，毋是倒一款药，毋是最好的药是喜乐，是喜乐。求主帮助咱。求主帮助。第三，咱有瓦壳，主是咱的瓦壳，予咱有信心。拄着任何代志，拢会当借着祈祷交予主，借着祈祷仰望主。愿主施恩祝福，咱即个时阵伫主的内面，每一个年长的兄弟姊妹，主甲咱同在，咱阿头三甲来祈祷。亲爱天父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赐予阮诗篇七十一篇，予阮看到一个年长者伫圣经内面怎样用你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借着今日的诗篇。阮看到这个作者在你面头前的懊恼、赞美，在你面头前要传扬主你的奇妙作为。虽然在伊的人生内面也有修德，也有人际关系的问题，身躯也会衰烂，但是伊在你的内面有喜乐、有安全、有你的保守、有你的看顾。所以，亲爱主，阮求你帮助阮、带领阮，祝福伫即个时阵，伫主门内面诶，上清团契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保守带领阮，互阮伫你诶内面有喜乐、有信心。阮安尼祈祷、交托、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